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网络行销的第十八讲。那第十八讲我们是最后一讲，我们的主题就会定在最终的一个主题就是做网络行销，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要做分析、调整、不断提升，就是要不断去优化。好，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要提升、优化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也是很高兴的来请到我们的精力整合数位行销的徐福松徐总经过老师跟大家分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对他应该都非常的熟悉的好，那非常谢谢他花了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今天最后一次，我们在这个主题在个分析、调整跟不断提升、优化其实数位行销就是要不断的优化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又分了四个单元、四个主题跟大家来做分享第一个是分析的原理。好，第二个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前期的一些部署。第三呢，就是执行中的一些调整第四呢，就是行销活动的成效评估那数位行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cycle 就是一个 cycle。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军国老师在这个做的当中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请我们的军国老师分享一下分析的一些原理。好。我们这边要来讲分析这个 part， 我们要来讲分析，但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些分析的原理那分析的原理里面呢，我们大概有几个环节第一个是单一数据中去分析问题，要从单一的一个数据来去分析问题你太多数据有的时候会乱那所以通常要尽量在单一数据里面去分析。再来呢，从数据中要去做所谓的比较，那比较分析出你才可以找到它的问题点在哪，你必须要去跟前期的情况去用同一个单一数据的指标去做一个比较，你才会发现它到底有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目标维度。目标维度目标维度叫做影响成效的一种属性，例如呢，我们今天多了一则广告活动，这就是多了一个目标维度。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是隶属于一个属性，它是一种属性，那我们就要来想啦，有这个属性加上去之后它会影响到哪些数值，所以我们就会再进而到第四点，所谓的关键指标，也就是我们要评估它的一个效果的一个数值，我们就会称之为它叫做关键指标。那其实呢，我们这边有画出一个简略的图其实我们通常在做行销活动的时候，这个其实从不论是做产品还是做行销活动，都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通常就是会有一个程序的设计，程式或程序的设计或产品的设计。那设计完毕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初阶的使用者嘛，你会一定会先给一批人使用，或者是先对一批人做一个大量的曝光。当他们认同你的一种，当他们认同你的广告，认同你的行销活动，认同你的传递的讯息的时候，他会做一个扩散的动作。而这个扩散呢，可能会有很大量的扩散，也有可能它的扩散比率很低，趋近于没有扩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数据分析分析说为什么它可以大量扩散，我们能不能把这样的成功复制下来，或者呢，我们要去分析说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大量扩散出去，或者是消费者不认同。如果假设消费者不认同，我们也要用数据分析的方式去分析出一个结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程序上的调整。而这个程序上的调整呢，调整过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再去再 run 一遍再让它 run 一遍，跑第二个回圈。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数据分析的一些逻辑上面会用这种方式来做。可是呢，如果假设你一次要修改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很难去判断说到底是改了哪一个属性
改了哪一个维度造成了我们的结果。所以其实哦，通常我们在做一些数据分析的时候，大概会有几种做法。一种就是先做一个区隔，可能是流量的区隔或受众的区隔，先区隔出有效对象跟无效对象，进而再从行为或者是客户开发的一个方式去了解说哪些关键的指标是否有达到，或这个指标有下降或上升。例如我今天多了一个新的行销活动，而这个行销活动它是隶属于一个关键指标，我多了一个行销活动，结果我的订单数量增加了，所以我的关键指标订单数上升了。所以我们借由这个订单数上升去判断这个行销活动到底有没有带来订单，我们就会从订单数量去比对到我们的目标维度，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行销活动它对应到有没有产生订单。这个是我们在数据分析上一个很简易的一个模型哦，所以我们会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在分析上我们都会围绕着两种东西，第一个维度，第二个指标，这两个东西都是我们比较常会围绕在上面的。当然在数据上面我们还会讲到很多像是data 的一些原始性，还有它的一些可信度这些问题哦。因为其实我们这边就不会讲得太复杂，但是简单的跟大家粗略提到，其实数据分析的时候我们会讲究的是数据一开始收集的完整性，要完整收集。然后如果假设他今天有处理过数据，我们必须要独立或备份出来再额外做分析。这是一些数据分析的时候要先做的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它的原理哦。如果假设它不是 raw data， 其实分析的价值就会下降非常多。所以简单大家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分析的一些模型跟必要的一些条件，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那个 Google 的 GA 啊，大部分啊来，比如说它应该有分目标维度跟关键指标嘛，对，好，那有兴趣的可能自己还是要到网络上 Google 一下啊 ，GA 你们再进去，他们应该也有一个 account， 就是 demo account， 对，即使你没有，他也会给你一个展示的啊，就是一个账号，你可以就可以去看看了。假设你自己没有网站，你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工具，你就可以用 Google 提供的一个展示的账号进去看看 GA。那对这一讲次的这个主题应该就会比较更熟悉一点了好，那接下来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分析嘛就是那接下来就是要如何去做一些部署。OK， 其实在前期部署这一块很重要。怎么说很重要呢？我们很多人老师这边做了很多行销活动，发生的情况是他做了好多的行销活动，可是都没有部署任何的追踪状况。那如果有在写一些政府计划案的都应该会知道一件事情，政府案子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评估指标是什么，都会有这种查核点或评估指标。那查核点跟评估指标其实在我们的行销活动里面也是要做这件事的，但是很多人是属于游击式的方式做行销活动，就是我投广告啊，有钱就投，或有时间就投，但是没有做一个计划性的，所以它不会有出现这种评估指标的一个观念在上面哦。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在就这个节目就有课程方式要给大家一个正确观念。我们在做行销活动的时候要先做一个前期的部署，而这个前期的部署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去部署？第一个就是 Google Analytics， 它可以做一个网站的追踪。你只要把它的追踪程式码把它放到你的网站上面，它就会可以去做一个评估的指标，它自动就会帮你做统计数据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像素的设定，我们的这个 Pixel Facebook 会有一个像素哦。那比较有名的是 Google Analytics。实际上 Facebook 也有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Facebook Analytics， 那以前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因为它会跟你的兴趣去做一个对接，但是现在呢，它把兴趣这个地方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你
没办法分析出使用者的兴趣，可是它还是依然可以去分析出它的购买状况等等的哦，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同学有空可以去玩玩看 Facebook Analytics。那第三个就是 UTM 的一个追踪哦，前面两个是针对于可被追溯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去追踪。什么叫做可被追溯的来源呢？可被追溯的来源是指今天它是从网站，假设它是从某某网站进到你的网站，这个时候 GA 就可以知道说某某网站是什么。可是如果假设它今天是从 LINE 或者是一些应用程式或者是海报线下的一些流量进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追踪不到了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些部署哦，我们要部署什么？部署一些 UTM， 也就是说在那个网址里面就已经包含着追踪程式码在上面了。它在点开这个网址或者用 QR code 扫描这个网址的时候，它就会把数据去做一个回传的动作。所以呢，其实大概会有这三种是我们前期要去做一些部署的情况哦。那在这个前期部署的情况下，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去知道说这边大概举了一个范例哦，这里举了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是什么呢？假设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行销活动，有投 Facebook 广告，有请部落客来帮我们开箱文，那我们又做再行销。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评估之前呢，要知道说每一个广告活动它的关键指标是什么，它的关键指标会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去评估这个行销活动的重点是在哪里。那以 Facebook 广告来讲，在上面哦，老师是写了什么？是写了一个曝光跟点击，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广告预期要达到是曝光还有点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会去考量说它有没有产生出订单哦。那第二个呢，部落客开箱文，假设这个部落客呢，它都是属于那种团购型的部落客，我们对于它的关键指标就会要求是产生导购，或者是提高我们的搜寻曝光量。那这个呢，就会去出现变成我们的一个关键指标哦。那第下一个哦，就是再行销，再行销可能就是曝光量嘛，所以我们就会评估它的曝光数量有没有增加哦。那从这个范例的地方哦，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去判断说我们的关键指标是什么，关键指标会是什么哦。所以其实呢，这边老师就简单的提出来，这边就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设性的商业问题哦，像是 Facebook 带来多少使用者，这个地方呢 ，Facebook 是一个，这 Facebook 是一个维度，目标维度，这个目标维度带来了多少的关键指标，这个关键指标是使用者，所以第一个地方我们就能做分析了。我们呼应刚才上一个单元所讲的，在分析的时候需要有两种要素。目标维度跟关键指标，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归类出目标维度跟关键指标，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评估你的行销活动，分析它的状况了。第二个，部落客带来多少流量，部落客是一个维度，带来了多少流量，流量是一个指标，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的维度跟指标，也可以去做分析。那再行销有没有直接帮助到提高转换呢？转换这个地方是一个指标，那再行销是一个维度，所以第三点的地方也是可以评估出一个维度来的，也可以归纳出目标维度跟关键指标。那第四个，哪一个广告活动的转换率最高？广告活动是一个维度，转换率是一个指标。所以其实这边老师大概举了这四个例子让大家理解，从这四个例子呢，同学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分析的时候都需要做一些前期部署。你要先把商业问题写下来，你就会知道什么东西叫目标维度，什么东西叫做关键指标。那你就要去查询一下你的追踪统计软体能不能去统计这些东西。如果不行，那要去加强你的统计软体，也就是我们要先部署好这些事情。如果可以，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行销活动运作，我们去评估它的成效。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前期部署的时候要先去做一个自我审核的部分哦。好，这个刚刚我们建国老师有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前期部署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工具
跟什么样子的行销活动。行销活动其实就是一个目标维度嘛，比如说我要在 Google 上下一个广告，那行销活动我们这个把它设定就是一个目标维度了哦。那我们就要去用相当的 GA 这个软体哦，这个工具来去做一些这个行销活动的数据的收集，对，去分析它的指标，从这个维度去了解说它完成了多少的订单数量，或者是带来多少使用者。那订单数量跟使用者它就是一个指标，那行销活动是一个维度，我们就可以去评估这个行销活动有没有这个价值。所以脸书上应该也是一样的这种分析啊、哦、跟部署啊、哦，脸书有脸书的一些工具啊、哦、分析的工具嘛啊、哦、还有那个还有什么 UTM 啊、哦？假使是脸书跟那个 Google 以外的啊、哦，我们当然就是用 UTM 啊、哦、来做一些追踪啊、哦，来做一些部署。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哦。那我们部署完了之后，就是设定完之后，其实就是安装设定啊、哦，部署下广告啊、哦，在这些平台上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执行嘛，执行中。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就要做一些调整，对啊，是不是在请我们的建国老师在做这个调整的分析的介绍。好，我们执行中的一些调整哦，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这边会再提到刚才所说的目标维度哦。目标维度它是一种无法用文字无法用数字去呈现的一个属性，那随着不同的状况，我们要找寻如何去开拓商机的一个属性。那这个属性呢，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营业的关键，我们就会称之为这东西叫做我们的目标维度。它其实就是所谓的 dimension 哦 ，dimension。那 dimension 就是一个方向。那原则上就是说哪一种事情，哪一个属性增加了这个属性或调整了这个属性，你的营业状况会有一些改善。所以其实从分析的这个流程上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得知几个状况是，从这边呢，其实在后半段比较重要。我们通常会用关键指标的判读去找一个目标维度，也就是说，我们目标维度呢是某某广告活动，而这个广告活动我给它多预算，我就去判读我的指标有没有上升。如果没有上升，就代表着这个维度是无效维度。我可能就会把这个维度把它撤掉，就不要再拨预算给他了。所以其实这是在我们在分析上的逻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判断。所以我们会其实在行销活动就一直不断的做实验，不断的做实验。那同学会发现哦，它其实是一个消长的一个市场哦，所以你可能这一次成效很好，下次可能成效很差，这是很正常的哦。那你应该要同时保有这两种，那他们会互相做一个互补的动作哦。好，我们从这个流程上面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会从关键指标上会去知道说我们的目标维度是什么。那从刚才的范例来讲哦，我们可以知道说，哎 ，Facebook 它带来了多少的流量。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找到一个目标维度，这个目标维度我们可以知道说，它带来了很多的使用者。那我们下一次呢，就可以增加 Facebook 的一个它的带来的受众，我们就可以增加它的预算，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预算去做一个放大的效果。那同样的，刚才的例子也是讲到了部落客带来了多少流量，对不对？所以如果假设部落客带来流量很少，我们就是再多找几个部落客，看一下流量有没有增加。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分析跟调整的时候，是用什么样子的逻辑去做分析调整呢？其实都是从关键指标的往上跟往下来去判断要不要去做我们目标维度的大小调整。那通常会借由这种方式去调整我们的目标维度。所以其实我们在找寻要去调整我们的行销活动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明确知道说你的关键指标
和目标维度是有密切相关的。如果假设你的关键指标跟你的目标维度你都还没找到他们有密切相关联的时候，其实你的调整会做很多白工。所以其实这边在行销活动上面，你一定要很明确知道说你的行销活动具体影响的是哪一个关键指标。那如果假设这个关键指标不是你要的，那你就要赶快换别的目标维度，别的广告活动，它才会是一个有效的行销活动哦。那这个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去最佳化自己的一个广告行销活动的一个方式。好，有了这些分析调整哦，从关键指标来判别看看，目标维度的有效没效啊，来再做一些行销活动的调整，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还是要评估这些它的一些成效嘛，评估成效，是不是再请我们的俊国老师分享一下成效评估的行销活动如何来评估它的成效？好。其实这边我们因为行销这边我们很难拿一个实际案例来跟大家做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概论型的方式跟大家讲如何去评估成效。首先我们在行销活动评估的时候，行销活动的成效评估大概可以分成值跟量两个方向来去进行。那再来在分析的时候要去比较一个东西叫做相同的条件去做一个比较，要从相同的条件去做比较，这是在我们分析的时候大概会从这两点要先知道。那我们先从值这个地方来去查看哦。值呢，其实在分析上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会有那种百分比的符号。百分比的符号呢其实是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借由这百分比来判断说，100个人看到你的广告，有一个人会买单，所以我们就认为转换率是1%。那如果是1%，你就会认为，那我就挑那种百分比比较高的，可能5%、6%的这种广告活动去做一个大量曝光。可是其实在值得分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哦，你看到这个趴数的时候啊，他去判断你的分母有没有大于100？如果分母没有大于100的时候，分母没有大于100哦，很容易产生所谓的管窥效应，也就是说，你用一个小量数据去评估一个很大的量体模型，会产生出，十个人看过有一个人买，你就认为有10%的转换率不对，你应该要等到100个人看过的时候再去评估有多少人购买。这个时候的转换率才会是准确的。那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叫做百分比，对不对？合理的情况下，你应该要等分母大于100的时候，这个百分比它才会是一个有效的数据判读哦，它才会是一个有效的数据判读。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它是100的时候，其实这个判读其实是很容易失效、失真的。那当然，更严谨一点的会到500。那同学可以看到哦。我们前面几期啊有讲到了一件事，有关于机器学习 Facebook 跟 Google 的机器学习。其实他们在机器学习的时候也常常会用这种百分比去做一个判读，所以他们呢在机器学习的时候，老师应该有跟大家讲到要累积数据量，因为你累积的数据量不够多的时候，这个趴数根本没办法让他去做一个学习的动作。所以其实在值的分析的情况下，我们要先看以这个趴数来判断值好不好。那判断值好不好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判断它好坏之前，你也要有足够的基数量。如果基数量不够，你也很难去分析它的值哦。那这里呢，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我们有一个报表，简单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各种的目标维度跟对应的关键指标。来去做一个比较。那其实这边呢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像是跳出率等等的，他们都是有一个比率的，跳出率、转换率这些东西都是有比率在上面的。而这边有比率在上面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很重视那个工作阶段的数量，因为它的分母其实就是工作阶段数哦。我们工作阶段数就要把它拉到100，这个数据才会是一个有效的。那这个呢是一个简单的案例让大家去做一个
做一个了解哦，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常常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值上面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判断值哦。那它一样也是符合我们刚才的所说的流程哦，关键指标跟目标纬度的。那这个图我们刚才有讲过，我们就不再多跟大家说明，就是都会从关键指标判读去判断我们目标纬度。好，下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数据分析里面的另外一点哦，相同的条件。相同的条件这个东西是我们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迷思哦。数据分析常常会有一些迷思，常常会有今天的数据跟昨天的数据比，或者呢今天跟昨天比，或者是淡季跟旺季比，或者是不同条件的比较。你不能把夏天卖冰淇淋的数量跟冬天卖冰淇淋的数量拿来做比较。为什么？因为季节不同，所以这个东西是没办法做比较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把四月份跟五月份卖冰淇淋的数量拿来做比较，能不能比呢？也不能比，因为四月比较凉，五月比较热，所以这个东西也没办法做比较。所以其实那种行销活动评估啊，你要在一个相同条件下。那相同条件会是指什么东西叫做相同条件呢？通常是相同的财务条件，相同的行为条件，大概会有这两个方向。什么东西叫做相同的行为条件？例如大家每个礼拜一就是要去上班，六日就是休假，这就是一种行为哦。那再来财务条件呢，大家可能是五号发薪水或十号发薪水，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财务条件。所以你要在相同的财务条件下去做一个分析。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相同季节，你要拿今年的五月份去比对去年的五月份，这个时候数据才会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好，那第三个，每个时间点的一个比较指标是不同的，每一个时间点的指标吼也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边都是我们在评估的时候要稍微注意的部分。那行销活动的成效评估吼，老师这边有大概做了几个归类，一种呢就是日期的评估。其实如果假设吼，我们从日期跟日期，就是今天跟昨天做一个比较，我们刚才讲了，你不能拿今天的营收跟昨天的营收去做一个比较，可是你能够比较的东西是什么？是使用者体验，也就是说短日期的比较，比较像是大家体验度的好坏，你可以做一个判断。那第二种呢，周期比较，也就是说一周一周的比较，这种反而是一个行为的分析，你可以分析多久大家会愿意下单，有大家一进到你的网站多久里面会产生一个下单的动作。好，第三个月份的比较，月份的比较比较适合去做所谓的市场分析，每年到了这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说市场会开始热起来了，要先做一些准备，所以这种是月份上的分析。那年度分析呢？年度分析你可以两三年来做一个分析，你就可以分析出，哎，我们的营收逐年在递减，是不是这个产业已经开始走向黄昏阶段？我们要做一些产品上的创新或产业上的创新才可以做更改，或者是行销活动要再去做一些异业结合才会有效。所以其实行销活动的评估哦，不是说只有针对于我们的推广去做评估，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些反馈出市场跟产业的需求。好，那成效评估哦，最重要的不是看它静态的报告，其实是要找出它的问题，然后解析出来，要给提供给公司做决策使用的哦。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核心了啊，不是只看到冷冰冰的报告说这个数值啊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是要去做一些找出问题，然后提供一些解析出来给公司做决策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我们军国老师还有我们的观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